我们店里来了一个特别的女孩。嗯，好好，方案我打开了，就在我手边。哪天需要改，你跟我说。她总是带着电脑来加班。店长，我要一桶玉米片脆皮鸡。店长，我要样子。好像有做不完的工作，常常是店里最晚走的一个。喂，老板。他好像把这里当成了下班后的第二个办公室，又好像是自己家的书房。嗨，店长。今天圣诞节，你还要加班？我方案好几轮都没过，要是再不过的话，可能就要被请回家了。你已经很努力了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早知道听我妈的劝就好了，回去做她给我安排的工作多好。但我真的好不甘心。小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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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这样，小雨，我在这儿。今儿我请客，大家随便吃。小雨，咱们班真的就属你野心大。上海我是确定了，不管以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一定都能坚持。对，小雨加油！干杯！哎，小雨，你去上海别忘了吗？忘了吗？小雨，圣诞快乐！全村的希望，你在上海还好吗？我们一定会来看你。圣诞炸鸡桶送给你，干了这桶炸鸡，再度。为梦想坚守，还是对现实妥协？不如给自己一桶炸鸡的时间，问一问当初的自己。